TV 今年在横店到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戏，希望我们这个项目在正是江南好风景的时候能落花时节又逢君，非常期待跟大家一起做一个非常有趣的好玩的然后值得大家纪念的一个作品。共同奋斗，把这个场景呢拍好，为我们这个戏呢增色添彩。走，爆！快来看看红宁在干什么，真的好认真哦，原来是在为夏季写词。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